练习独孤飘，它是一个传统技艺，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。然后呢，我想练它，就是曾经就是小时候吧，有一个武侠梦，所以说现在呢，通过它的练习，就也实现自己的武侠梦。 难就是，还是平衡力吧，然后还有这个体力，因为松花江的水，水质非常好，但是它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流动性，所以说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吧，就给你就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就是不稳定性吧。